好，也要来关心，在彰化园林大排，最近就有民众发现了，怎么会有人在这个大排的旁边泥沙淤积的滩地上种香蕉？就怕台风一来就会影响到水流，造成水患了。县府获报立刻派员清除。另外，在云林的台子港的渔民，他们也趁着空档，赶快要来收渔网、固定船只了。更是有渔民在还没有变天之前，赶快出海采蚵，就是担心风灾会造成严重的灾损。渔船内一捆捆的渔网还有捕鱼工具整整齐齐的收在网子里，渔民忙碌的上上下下，要将这些生材器具给搬回陆地上，因为台风就要来了。除了将放在外海的渔网收回来，出海的交通工具也得绑牢绑紧。适逢农历十五大潮，加上台风影响，就怕强风大浪破坏渔船。还固定好势，弄破就做危险，是讲开钱的问题啊。有些渔民担心台风一来增加损失，趁着还没变天，赶紧出海采蚵。采收有限，能收多少是多少。毕竟面对今年头一个影响台湾的台风，渔民不敢掉以轻心。而为了做足防台准备，彰化这头可是加紧清除大排内的香蕉园。就在园林大排两旁，泥沙淤积成了滩地，滩地上绿油油一片，有草有树。仔细瞧，这树上竟结满一串串的香蕉。彰化县前县长、现任台湾自来水公司董事长魏明谷，就在个人脸书上抛出这张照片，表示他经过园林大排时，看见渠道里变成香蕉园，还开玩笑说很想下来摘香蕉吃，引发网友热烈讨论。向县府水资处调查，这处香蕉园是有人利用淤积的滩地种香蕉，但怎么找就是找不到到底是谁种的，所以无法开罚。会阻碍那个水的流通啊，有可能会造成那个河道堵塞。在这个我们排水设施的范围内哈，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排水通洪，所以在两天之内会把那个香蕉给清除掉。青苔丹纳斯来势汹汹，就怕种香蕉影响水流，雨水来不及宣泄，造成严重水患。县府获报立即派人进场清除，要是查出是谁种的，将依水利法开罚最高50,000元。毕竟台风季来临，清淤防潮工作得提早进行，让损失降到最低。记者云林彰化综合报道。